1万左右预算到底能不能买到专业的潜水表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我这个摄影师割完包皮又发言了，今天只能我自己拍了，大家将就着看看吧。然后我现在来到浦江镇的红星美凯龙啊，给帅哥安排一支浪琴的康卡斯，赶紧过去找他。帅哥，记录一下啊，到哪里交接啊？就这边吧。这边啊？我靠，这有点简陋啊。搞得好像在偷鸡摸狗做什么事情。就没空来对吧？上班。对。周末还要上班。 对呀、啊，我们这个就是重模才有生意嘛。啊，这样的。浪琴的康卡斯啊，41表径的，专业的潜水表，今天检查一下表框啊。说是轻的，就肯定要新的交付给你。来，这个丝模你来吧。好，你把模撕掉，我撕啊。那我撕了啊。这不是很贵的手表，无所谓。仪式感我们要有，对吧？毕竟买的是新的。啊，这个模先接下来，这原模都掉下来了啊。嗯，好的。都撕掉。啊，很好看的啊，这个灰叶是很高级的。 而且它这个表盘是有放射纹的，阳光下应该是很好看的，啊，你先检查一下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啊，OK， 那最简单了啊，把膜这些膜都揭掉，揭掉，然后帮你卸个表结啊。它有个说明书，然后保卡呢藏在这最后一页上啊。这个是型号，编号在这下面5278啊。我们对，在这个位置，看到吧？啊，对了，这个保卡我们先放一边啊。你从哪里过来的呀？ 我们市区啊，从店里过来的。过来的。对呀，现在师姐吧。好的。这里卸一节，这里卸三节。好。它这个卸表节很麻烦的，要带一堆工具。那，锤子一个，要固定住，然后再拿这个顶针把它顶出来。你家里有工具的话，就能自己弄；没工具就不好弄。啊，这个用锤子把它敲出来，先这样试一下，看行不行？是不是正好？哎，稍微松，一指距离有吧？啊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你怎么会选择这一只啊？ 性价比高啊，性价比高啊，性价比绝对高。简单教一下你功能，好吧？它是旋入式的把头，啊，先捏出来。对，先拧开。就和劳力士似的。哎，另外它是防水表嘛，也蛮简单的，对吧？什么叫放射纹啊？只要在阳光下，你看到里面这个盘，对，转的漂亮吧？可以。这些帮你装起来。这个放在里面吧。对，这个包好，放在这里。那个还有个浪琴啊，熊猫眼的。这个还比这个贵了。那肯定啊，这个明降啊，我给你开个单子啊。这个单子给你一份，我们会自己留底。 然后保卡帮你放好，那这个盒子下面。好，好了，尾款收齐，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，感谢。好，这个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你们。弄得有点简陋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。那你忙吧，你忙吧，我自己回去吧。好的，拜拜，谢谢啊，再见。好，送完回家。